生命纪念馆即马目前建筑物本身，咱边啊有一个红线内，啊，阮已经拢有插旗啊。尤其伫今年扫墓，我相信真侪乡亲有可能伫这个红线内底，阮有特别伫咱的风水也有打一个通知单。啊，所以有看到这个通知单的民众，会当紧的来向阮梅园生命纪念馆这个服务台来联络，啊，阮来同你做说明。啊，这个部分阮有特别的优惠，所以叫迁葬顺利的部分，阮搭第二期会当来顺利来推动。啊，伫遮除了来感谢，也嘛爱拜托咱的乡亲吼，会当来配合着咱东山公所对咱这个殡葬管理的政策的推动。啊，所以我相信未来东山一个整体治理的目标，会当较符合着咱现代化。啊嘛，伫遮来感谢大家，感谢。